百姓对他印象蛮好的了。到底为什么老一辈都喜欢他？没有一丝一毫的事。但我应该要骂他，这样才会好。就是 I don't care 啊。就当做促进观光吧，我是没有兴趣啦，不影响啦。对，可是基本上最大的影响应该是交通吧，还有附近的居民的安宁。他是说不会造势啊，就是那就是造势啊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好直接啊。当天会避开那个地方吗？当然会啊，我想要让我耳朵清净一点，觉得他很厉害。对。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就是可以靠一张嘴巴就可以红的这么久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他应该很多活动。所以你有考虑想去吗？新人公园。公园。哦，新人公园。哎，还可以。如果有空我也看一下，毕竟他也要选总统，所以也要考虑一下，不然就说啊，大家都抹黑他，所以我就不选他。你会去要见他吗？如果在这边就可以了，它比较近。要到内地就要看那边有没有空。哎、欸，还可以。妈不是说可以吗？现在又嫌太远。有知道，我知道，在那个电视上有看到，感觉很好啊，下乡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了解下乡之旅，这一定要的啊，对不对？这百姓对他这个印象蛮好的了。说实在，你喜欢韩国语是哪个地方？韩国地方。讲话坦白，做人做事很实在的，对，哎，实实在在讲话。那上次韩国有说，就是他说他要射出一支穿云箭，你觉得他这支穿云箭有射到你吗？一支穿云箭，青天白日，重新现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在哪里？桃园。对，应该很多婆婆妈妈去吧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也想看到底为什么那么多老一辈都会喜欢它。这边就爬树啊，然后还有温水，对，就很像做戏啊，真的。我当然欢迎他啦。我刚刚就从他的那个新人公园那边，我还去勘察了一下。有拍照吗？有啊，有拍照啊。我刚刚就去那边拍照啊，你看哈，这个什么甘蔗哥啊。也是他的铁粉啊。对对对，甘蔗哥跟甘蔗哥在那边拍了一张相片啊。不要来，感觉那边就会塞车啊，应该会封街吧？不是去哪里造势都封街封很大吗？我不支持韩国瑜，各种方面都不喜欢，觉得夸夸其谈，没有实际的施政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就偏偏觉得好像这种口号就很棒一样。最近最有印象的应该是发泡剂吧，跟什么好像腋下流很多汗之类的，我觉得做一些很没有意义的事情，我觉得很好笑。就是 I don't care 啊。是国民党有一些大佬建议他可以开始戒酒。戒酒很好啊，可是问题是他戒他脑袋会清醒一点吗？这是个问题吧。这个很难戒，我自己也喜欢啊。想喝就喝吧，没关系吧。其实他不会喝醉酒了。我喝酒多少年了，哎呀，不会的。他那个人真的，我从来不避讳我。有没有喜欢喝两杯酒？喝酒是少量没关系嘛，场面上要稍微气氛稍微撑起来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他撑起来。哎，喝酒多少年了？对，所以他造势有在喝酒，可能有点强，喝完酒上台。哦，我没有意见，就是不要喝太醉。你平常会喝酒吗？哦，不会不会。对不起，可以动吗？我拿三颗。